Morning，我现在是早上9点半，然后出发去摄影棚，因为今天要拍的一组照片是由 AI 制成的，所以是还蛮期待一下，因为不懂会什么样子，因为是蛮新的一个东西吧。然后我的眼睫毛忘记卸掉，因为我昨天有轻微的食物中毒，然后整个就很晕晕的一整天，我没有洗到头。需要涂点口红，不然太憔悴了。我在刚到那个拍摄地方。用的是哈斯 MAC 的 Extra Chili。买那个肉蒂咖耶。一点点吧。对的，把头发拨一下，这样子。现在开始拍摄。加油！我把这整个拍下来了。你敲了好久。现在结束拍摄咯，然后我再 call 给阿旺，因为 baby 现在还带着。小爱你，爱呀，爱呀 ，Let's go，Let's go。我最近没有去运动，然后我前几天就食物中毒嘛，所以吼，我的体重少掉一点点，所以现在我要称一下。叫做 InSmart， 这个还是可以全方位测到我们身体的，就是那些水分啊、肌肉啊、脂肪啊，所有等等的。我本身是一直一直都是要称体重的，我是蛮注重体重的，虽然就是讲减肥是不能看体重，但是有时候我们称体重就是怕，好像我今天吃多了，我明天就必须要克制一点点，而且有这样多全方位就是多功能的一个体重机是蛮不错的，加上这个也是很好操作，只是 connect 就可以马上用了，就不用太多的那种 step 去做。然后可以看到我刚刚就是我的数据就是这样子，它会 show 我的体重啊、 BMI 啊、 body fat、 muscle rate、 fat free body weight，
等等等等的，还有水分啊那些。然后我没有给 baby 真正 check 过，刚才我给他站上去的体重，那个数据我不小心按到删除了，所以就没有掉。我现在给他测试，因为他现在会紧张了，所以他可以站在上面 try。如果三 kg 以下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抱着他，就可以称 baby 的体重。Little boy， 再上去，来，啊，再上去，再上去，啊，再上去，三四 ，OK。11.1 kg， 你一直要看。妈，好，一起看，一起看。那么他的 BMI 是 4.8， 我其实很注重 BMI， 因为吼，你讲说体重的话呢，它其实比较不稳，因为体重哦，你。可能你今天喝多一点水你也会重一点，你今天吃多一点你也会重一点。 BMI 其实取决于就是你是比较容易肥比较容易瘦，如果你 BMI 很高的话，你真的是吃一点点吧就会很容易胖。我以前 BMI 就是很高的一个人。那如果说你今天的体重一直都维持在一个点的话，然后没有 up 没有 down 的话，我其实觉得这是很好一个现象，因为代表就是你体重没有下，但是你的身形其实是在慢慢的在改变。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是体重下不了的，但是我发现到我身材哦越来越 fit， 越来越 fit 了，因为我在做运动嘛，就是越来越 fit， 越来越 fit 了，就是整个身形也 fit 起来，整体看起来就是很好看去。就是我教练讲，那不是我讲的，就我教练很久没看到我，他一看到我就觉得哦，整个人 fit 掉，因为我也有去做普拉提，我就很开心哦。可是我体重没有减少，反而是短一点点，但是我外观看起来就是瘦了的。所以其实体重不代表一切，体重你虽然是搞了，但是你其实整体是瘦下去了的，因为你的肌肉增加了。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太焦虑去体重，是不是？是吗？这个 InSmart， 我是在 Shopee 那边买到的，所以如果大家要买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去 Shopee 找。我觉得蛮不错，因为它价格又便宜，然后又这样多功能多方面，蛮推荐的。而且它是有黑色跟白色，我就入了一个黑色的。那等一下我就晚点带它去吃猫猫，去吃牛肉，跟我的姐妹们。啊，你吃猫猫。啊，需要我有两个朋友到了。OK， 谢谢。你要看雷耶？爸爸，哦，爸爸，这个先。你吃。Hello， kiss， 宝贝 kiss， 妈，吃饱了，现在带回来。I want to be for baby haircut。Baby haircut， you have any appointment？ How old？ 1 year old， 3 months。Last time you got come here。今天有三位女生陪，你觉得吗？喂。Okay, let's go. Let's go. Hello. 他去跟女生 hello， 真的是。Let's go. Let's go.
这边这边，宝贝这边 ，Angel Boy， Angel Baby， come come come， let's go let's go， 嗯 ，let's go， 你看姐姐在里面，你看姐姐在里面，一二三，起来 ，OK， 小姐姐。Thank you.